看看四家牌，庄家慧茹，小徐，王峰文，宋雄，来出菜。好，第一个来笑嘻嘻，笑嘻嘻的嘻嘻笑。来交饼，碰。有。来放一只鸟给你。放鸟，放鸟就。放叫嘎吉。不理他。不理他，还要推到桌上来哦。小屁股。好像人活过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哦，震了一下啊，桌子都震动呢。4.3级地震而已，来，麻绳上升，九条，人整个活过来了，整个都活过来了，难，是不是？掉就不发财。哎呀，来，总统府，哦，尖尖的，咚。打东东，笑嘻嘻，哎，跟着笑，跟着笑吗？九万，碰，碰哦，好，朋友在碰哦，碰哦，二嫂，二嫂，哎，二嫂改嫁了啦，来，嫁个女儿吧，二嫂改嫁了，来，瓦斯炉，系统，试一试。还要什么？发财，拜回家，大家还要二五饼，要六条，六条的嘛，奶奶，干嘛？来，阿妈来的，九条，发财。放收起来。我奶刚刚讲什么？放进去。阿念阿念汤啊！期待奶奶接下一句话。好，来六万，六万。六万。七饼。碰。哎呦。跟着奶哥动子动。动子动。哎呀，被卡劈了。吃到吐啊！胃肠真胃肠关公骑白马来吃一掌。好，猜吧。三条。喂喂。三条。四条。喂喂喂。现猜哪个？庄家。啊！现在是。哎哎呀！哎，庄家牌。恭喜啦！哈，好，马上是第二把，加油！复仇者，来，我庄家了啊！五，好，西风冠军第二把，来看四家的牌：徐乃麟、王峰文、熊熊、慧茹。耶！来哦，几番？一，几番？哪个？哦，东。第一张吃牌了。吃牌不怕，中了，中了，此风九条，七，好，要对就开，昂掉，怎么可能？九万，二嫂，二嫂，九万，一嫂，手不要抖，七筒，哦，还没败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四饼，四饼，吃一张，不条。叫助理，我的
第三条了。我觉得你有没有感觉到有点刺刺的？刺刺的，有点刺刺的感觉。刺刺的，尖尖的感觉。没想到手上有二条。嗯，睡觉。睡觉。好，还有拍谁？七饼。什么？叫做七饼。发财。哎呀，你啊。都挡了，起来动口啊！还有三条，两个三角裤，五万，五万，饼还有车轮饼，瓦斯炉很多，花一一二二，秘诀，来五条了。啊，去啊，讲苦啊啦！四菜一汤。九条。一满。一万发财。一花，没有错。三。三花，一花都到我家。三花，不会错的，不会错，合理。刚那边卡接。二万。哎，哎什么？哦，吓我一跳。二万，二万，什么东西？我听成八万。哇塞，差这么多，二万跟八万差很多嘞。吓我一跳。没有差很多，都是两撇。我听成八万。二万。很烦呢，这发音差很多。糟了，有七九万的，赶快先猜一猜了。八条，我发一条路，还可以当眼睛。哇你的，进这一张，三六九怎么那么多啊？哦，等下再跟你讲为什么。三六九三桶三桶。发财，又发财，又发。九条，这牌没机会了。不要听，八饼碰。啊，水水的。边七饼我不要听了，告诉你。看到没有碰，听到了。啊，边七饼不要听。来，就这个掉得很深哦。八掉到二。真的。咚。二五八，从八掉到二。这次碰真的。对对对，真的碰对了。六条，六条，胡赖会 ，baby，baby， 碰碰，不要这样子，八条，八条，这只是什么？加七，来吧哦，哦，来吧哦，哦，来了，好，来吧哦，哎。哦，咦，耶，好哟，不要吓我啦，四万吃一个，不听了，骗人，算了，西风庄家两台，好哟，哦，四七，我不知道三分听二五，我三分听二五，对啊，打三分就好啦，啊，怎么可能不听二五？不一定啊。好，两台又来下一把。好，西风的第三把，哎，我现在猜，我放他一把，胡他一把，但是他刚刚只有一台，我这次两台，好吧，所以帮你多赚三百。没错，对，你看没有，真的哈。哎，你真的知道的对，对的，在救他，真的，真的。你每次淹死我就把他拉起来，淹死又拉起来，淹死又拉起来。Come on， 十二。西风冠军赛的第三把，来看庄家王峰文、熊熊、赖慧茹、徐乃湖。难碰，难碰啊！吸，难吸。难吸。二条。难吸。来，难。红中发财，发财，发财，哦，发财就发财，
小 P， 白 P， 拜拜，拜拜 ，C C M M 巧克力，失望，失望。椒饼，碰，八位，吃，一摸底两次，八饼，小鸡，摸白是千变万化，鸡，黄忠，黄忠，四条，吓我一跳，黄忠，想抱黄忠，我在摆牌，在摆，怎么可能？已经打多少摆了，还摆牌？六饼。都摸那么快，都不等我，白皮。那就是我会的，机会了，我就赶快摸了，还等什么？哇，这把牌不太能玩了。真的、啊？哎，七饼，走。骗人。三四，失望。又失望。三条腿，发财！哎，怎么那么多这些东西啊？符合啊。嗯，北，铁之路，铁轨，八条，八条。哇！现在这镜子当时来逼我的，五万。哎，怎么是？那就想一想用。三万。不知道你摸什么。六饼。哎哎。我摸三打六。小鸡。小鸡哔哔哟，跟奶奶哥打奶奶哥。啊！好小狗。老马。火。你是火。五万。三条。怎么了？哈哈哈！小心哦，很烦呢。一万，竟然会让我进这一张。哦，对啊，来碰一饼，八饼，四方，不会吧？哇！我刚刚，我想到我不玩的哎，你摸六饼是不是摸三饼打六饼？真的、啊，连续就是排很久，摸连续摸两个都不中。这我的错，来，我也错，我忘了碰。不是，他刚刚真的是摸三饼打六饼，真的，六饼打过。要不然我这个牌的话，他就摸不了了，差多少？不吃他的五万，好，重打，好。喂，谁？张栋自摸。张栋自摸啊，两台三台，恭喜。好玩，啊！你知道我主播你的温戏啊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因为万能热席倒牌，这个牌如果他红中碰掉，对，我忘记放了，八万已经可以胡了。他你是起手对吗？没有，第二张还来得及。他刚才是你摸太快，我来不及碰。八万是后面出来的，你摸太快，我来不及碰。这把应该不算了，太贵了。好，西风冠军战的最后一把，现在累计分是多少了？八千三的三千六。哦，所以你非自摸不可，啊，好，一台就三百二十四，够吗？够，不够，还有两台，两台，来，你装下，十，
好，新风冠军最后一把，来看庄家熊熊的牌，赖慧茹、徐乃恩、胡、王峰文，有气无力的。刚才打牌是乱了，真的被他摸个三笔，来出赛。此方，西风。有麻将啊，就一张牌差很多。嗯。哎，反正是陪打。西，怎么这样？无所谓，来。无所谓，来。哎呦，八饼。把柄，那就跟着奶奶哥。跟着奶奶。奶奶。哈哈，摸到这一张，来，大小饼。哦。大饼小饼一家人呐、啊。跟打。九饼。哟，又有九饼这种东西。发财。二条。士兵。士兵，大饼，哦，输一张，吃剩下的出去。今天吃不留根，八条，碰，红中，碰，哎，我没忘第二次。不要摸那么快，等等我。三角裤。一样了，九条，有没有机会？王峰文，看来没什么机会了。大视频，那我们就结束了，算了。一台都没有，文青，就别玩了，加油。文青一台啊，你要不要替我卡上？文青摸三，我们先摸，文青摸三，坚持到最后。对家，对家已经杀大。老爹，好老爹啊。红炉地的，胖炉地，七条，来，都要靠你，靠不了我了，四满，四万，这样子，要，挺好碰，他怎么吃？看看他怎么吃，对，这一看就知道，要吃要碰，人生的抉择，好烦恼，要是我用碰的。你没有压力啊，你已经很有钱了啦，没压力。三五三五七，他看他怎么吃了，对对不对？那他里面的牌有什么？嘿，三五七，噔噔噔，大事如没有，四六万，替卡五万，不对啊，赶快摸来，不要猜，是，等于是冲啊，拿。打掉还是很难，他一定听得不好。二嫂，七筒，三条，对。二条，还是你干脆放一放就好不好？结束了啦，我会很认真再放，对不对？奶神不想玩了。哎呦，这个我来看看哦。没机会，没机会。总统府，他还是挺卡张的。北风，吃我的鸡！我会动，会动，再摸给奶哥看。好，七条，怎么那么多七条？七条，哎呦，还有一只鸡，这么多，十，就是一万，碰个，碰打三万，三的台了，没有台，对呀，没有台呀，不要，你要做牌啊？我知道，要做牌，做卡上啊。你再两头把听卡听卡上就好了，啊，这么厉害，对啊。四条，好，做台啊！他家至少三台，傻眼，六条，三台还两台，没关系啦，可以。三台不太够，三台不够，三台够了，一千一，三千三，两台够了，一千一，
三台就1400嘞，他们差4700，可是他会扣，他扣的，他会扣啊，对啊，那你多拿他1100啊，4400，没有啦，三台就是1400，900加500，九万，痛的，好的，一台300，北风，四条，等等，六条。哎呀，难！白皮，啊，第二只，三桶，他要万子，没关系，就放心打。有一台啦，对啊，自摸两台，卡上三台，刚刚好。一定要三台吗？给两台。7万。我现在算一下，他两台可不可以？怎么会这样？可以啊，两台够了，两台可以啦，自摸白皮的。好吧，噔噔噔噔噔，好厉害呀！我本来听对对啦，现在又摸到7万，才打9万的，漂亮。想说你本来听没有，本来是听9万跟2万，我打7万，又摸7万，才打9万。我听偏7万，还没听，还没听，直接要对。哇，好了，中洞，中洞一台，恭喜慧茹获胜。